容器里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水，嘻嘻，噔噔噔，就是它啦。我们要把水倒到这里。我们就要把闪粉放到水里面。好啦，我们要把这个小玩偶放到底座上固定好，就像这样哦。嘿，你们看，我们现在要把固定好的娃娃放进这里。然后压一压，要压得紧一点哦。当当当，就是这样啦。然后我们要把它摇一摇，摇一摇，让里面的闪粉溶解开来。你们看是不是很漂亮呀？好，那让我们继续做下一个吧。我们还是和刚刚一样的哦，倒点水，然后就是加闪亮亮的金片，叮咚。接下来把小玩偶放到透明盖上，使劲的压一压，然后然后要摇一摇，闪粉溶解了。好啦，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了，步骤还是和前面的一样哦。水，好，闪粉，小玩偶完成，啦啦啦啦，嘟，摇一摇喽，闪粉溶解，闪粉溶解。我们就完成了，让小卡莉来为你们介绍一下吧。这个是一个杯子，紫色的小杯子。这个是一个茶壶，倒水喽，倒水喽。这个也是一个茶杯。